掀开经本，科会第四十一面倒数第四行，我们把经文念一段啊。得闻如是种种深意，其心清净，无著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到这里，这是一小段。这个一段是讲闻声得意啊。上面所说的是西方世界七宝池水波自然发出音声，宣说无量无边的法门。这是讲的无情说法啊，也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六尘说法啊。这个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西方世界六尘说法了，遍满国土，池水树林，多言妙法。我们这个世间跟极乐世界相比，有什么不同？说实在的，我们这个世界六尘也在说法啊，跟极乐世界没有差别，只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居民，经上常讲的人民啊，烦恼业习太重啊，这个烦恼啊，业障习气很重啊。六尘明明跟西方世界同样的说法，我们居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根性呢好像是麻木了没有办法了，觉知啊，六尘啊，或是音声，或是形色，在那里表法。这一桩事情，在中国古时候宗门教下啊，确确实实有一些大德，他们修行修到有一定的功夫，也能够觉察到，甚至于在六尘呢，
当中啊觉悟的啊，看色相啊有开悟的啊，听音声也有开悟的，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呀、啊，啊，所以说明我们这个世间六尘不是不说法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心地清净到一定的程度，他知道。啊，这个近代。日本的科学家啊，他们也是偶然的一个机缘啊，我看他们的报告啊，他们是最初啊是看到冬天的雪花啊，雪花的形状非常美啊，但是从来没有两个雪花的结晶是相同的。他们这一直都疑惑这桩事情，为什么看不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所以就想到呢，水呀、啊、也应该呀、啊、有这种结晶出现啊。于是他们就做实验啊，把这个水让它在这个冰箱里面冷冻啊，让它结成冰，看它的有没有出现这个雪花的结晶啊。试验很多次啊，花了差不多两三个月的时间，果然发现了啊，看到啊这个水的结晶啊，各个地方水的结晶不相同啊，海水啊、河水、井水、泉水啊，这个一般呢，这个都市里面的自来水啊，通通都拿来做实验啊。那么这些年来啊，累积的有很多沉积报告。确实证明了这个水呀能看啊，他会看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以善的意念传给他，他的结晶就非常之美，不善的结晶那就很不好看，很难看。那么试验的结果，这个江本博士说，只有爱跟感谢啊，这两句话水听到之后的回应呢非常好看，屡试不爽啊，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达，接近都是美的，好像这个水呀、啊，什么样的言语文字他都能看，他都能懂。啊，我们这个外国的文字看不懂啊，水看得懂。啊，所以这认为是很不可思议的现象啊。啊，那这些年来，我们也在到处送爱呀、啊。好像是两年前，我们就印这个大的爱字啊，印了好几万张，在全世界到处送啊。啊，我们的原本现在都是影印的了啊，都是印刷的，原本送给我们的总理啊，
啊，这个五宗里，啊，他那一张呢是原本，啊，那个不是印刷的啊，那其他的呢，我们都是这个印刷出来的时候送的很多。这个跟江本胜博士的试验呢不谋而合啊，我们这个实际工作做了有两三年了。啊，我看到江博士的报告大概是三四个月之前我才看到的。啊，去年不知道啊，如果知道的时候，去年我两次访问日本呢，我都会去看看他。啊，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联系了。啊，所以确确实实他们做水的试验，肯定宇宙之间的真理永恒不变的就是一个爱啊，一个感谢啊。所以这一次这个副居士发心啊，做了很多 T 恤，我看到你们穿上前面一个是爱字，后面是感恩啊，那么这是两颗印章，这印章都不大，都放大的啊，放大的啊，希望我们能把这个爱与感谢常常放在心上啊，它有不可思议的作用啊，这个大家可以做实验。你们家里都有冰箱，你把这个爱贴在冰箱里面，你冰箱的视频的时候味道就不一样。哎，你可以做实验，如果家里两个冰箱，一个贴上爱，一个不贴啊，你看看那个冰箱的作用一样不一样啊。放同样的东西放上一个星期以上，你再拿出来看，那就不一样啊，这个就是外国人所讲的磁场啊。啊，所以一切万事万物啊，这跟楞严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应呐。啊，楞严经上告诉我们，世界微尘啊，那微尘是极小的物体啊，我们肉眼没有法子看见的啊，因心成体啊，心它有德有能，它的德能是不生不灭啊，它的德能呢是永恒的，而且这个德能是遍一切处啊，遍一切时。像我前面呢给大家举的例子一样啊，你们就能够体会到啊，我们没有法子想象啊，就好比我们用电，用这个电波来做比喻啊，这是它的德能啊。那我们的身体一切万物物体就好像是接收啊这个电波的机器一样，我们人能够接收啊，水能够接受啊，这个桌椅板凳都能接受啊，因此江本博士劝告全世界的人民，希望我们用善心对待一切万物啊，对人对事对物，那么回报是善美的啊，决定不要用恶念恶意啊去对待一切众生啊，那个回报是非常不好看啊。那么同样这个道理啊，这一次大家啊经过这个SARS 的传染病啊，SARS 我听说
他变种嘛，变了十几次，越变越多。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用不善的心对待他。每一天报纸，你看看这个传媒，天天在报，我们要把这个病毒杀死，要把这个病毒消灭，你看看这个念头多啊！这个念头的时候，那个 SARS 马上他就收到这个资讯，他就变得更毒。所以他那个毒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给他的。你看我们这个时候这么多的人，这种恶的念头的时候加给他，他变得越变越毒。就这么个道理啊！如果我们要换一个念头，用这个和平的手段来对他，很快就消失掉了。这个传染病，这是开始发这个发现的时候，有人问我，那个时候我的估计，我说不会超过一个月，结果没想到说他搞了三个多月，实在讲的时候，绝对不可能超过一个月。为什么搞到三个月呢？就是我们世界好多人的毒啊，都加到他那去，他就变得很毒。你是冤枉不冤枉呢？中医跟西医确实不一样，西医这个是他是不晓得这个道理，他真的是，你看消毒，消是消灭，我们中医不讲消毒，解毒，化解，你看心、语、言语都是缓和的。细菌，今天我们讲人权，人有圣人，细菌也有菌权的，我们怎么可以随便欺负他呢？要懂得跟他和平相处啊，和睦相处，互助合作啊，我们用爱心，他那个毒就解掉了，就跟这个水接近试验一样的道理。我们用嗔恨的心，这水的心境很难看，一念回心用欢喜心，用爱心对他的时候，你再到显微镜看，他就变好了，随着我们的意念在产生变化了，就是这个道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地清净，不清净呢，他不能往生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清净心，这经上一再告诉我们，心净则佛土净，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物质环境跟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两样祖师大德常讲净土就是此方啊，此方就是净土啊，这个话说的没错啊，确实是一样的。为什么西方世界这个你接触到的都是重宝庄严我们这个世界它所变现出来的这个形象泥沙瓦砾，你要懂得这个水接近的变化，你就会恍然大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善，思想善，行为善，所以这个物质环境都变得非常好，都变得最美，那我们这个世界的居民啊，心不善，念头不善，行为不善。所以他的反应就非常之不好，就这么个道理。佛在经上常讲，境随心转，就完全证实了。境是物质环境，物质环境是随着我们心转了。
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啊。啊，那我们懂这个道理，我们就能转自己的境界了。啊，那你修行就有功夫了。啊，首先，啊，这个转的最明显的，你相貌转了。啊，再其次呢，你体质转了。啊，这个没学佛的时候，身上毛病很多啊。学佛功夫得力了，这一身病痛都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呢？你的意念转了，这身上所有的细胞，啊，这个江本博士用的水的实验呢，人身体水分占70%啊，全都转变了，都转变成最美好的结晶了，那你身体怎么会不健康呢？所以人不能有恶念呐、啊。啊，我们以恶念、恶行对待别人，这我常常讲，人家受害啊，顶多30%，自己伤害啊70%，得不偿失啊！啊，害人没有害到，先把自己害了。啊，学佛要开智慧，智慧开了传境界。我们从自身，然后扩张到家庭，啊，到这个邻里乡党，啊，这个就是佛在经典上常常教导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演是表演的，做给别人看呐。现在这个时间，众生的通病虚伪啊，不但欺骗别人，还欺骗自己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可怜悯者啊，所以我们要学真诚啊，现在的人心不清净啊，严重的染污啊，确实有不少人已经深深的感触到环境污染带给我们深层严重的威胁啊，这是已经被发现了。环境怎么污染都是人为的啊，工商业的发达啊，燃烧的这些气体啊，这都是有毒的，剧毒啊啊，你看每天多少啊，工厂里面排出来的，汽车排出来的啊，飞机排出来的啊，这些毒气包围着地球啊啊，它在高空上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了，它也有保护点啊，如果到了保护点，这空中不能承载，它就会落下来啊，那落下来就不得了啊，那这叫世界末日啊，这个东西落下来之后就一片死亡啊，不但是动物不能生存，植物都不能生存啊，所以有人说这个世界末日啊，可能就是这个空中的这个光化剧毒啊，这个是非常可能的啊，
真是毁灭人类，这是人类自己造的，破坏了自然生态，破坏了生态的平衡，我们要遭受天灾，天然灾害，其实天然灾害都是人为的。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了一个纲要，佛说贪心感水灾呀，这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嗔恚感的是火灾呀，愚痴是风灾呀，傲慢这个不平啊高下感的是地震呐，这认为一般是讲的是天然灾害，它有原因的，不是自然的，是我们贪嗔痴慢所感的，这个杀生，杀生肉食感得的是刀兵剑，这个我想学佛的同修都很熟悉，古来祖师大德常常劝导我们，连佛经上也是这样说，我们要想免除世间的一切战争，这个刀兵就战争了，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战争呢？除非众生不食肉，我们这些众生从此之后都不再吃肉食了，世间就没有战争了，这叫人祸啊！人祸是我们任意杀害众生，众生心里头不服他没有力量反抗啊，今天被你杀了，那个怨恨永远不能化解，他要找机会来报复什么时候他再到人道来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冤家对头所以我们学佛今天有些同学来问我你们为什么学佛的时候有这么多障难这障难是必然的过去今生呢？你想想看，你杀害多少众生，有意无意这些众生绝对不是说你杀他的时候他欢欢喜喜的来供养你，没有这个道理你看你杀一只鸡现在的时候就看不到了，从前这个像住乡下家里养的鸡，你要去杀他，他知道到处飞到处跳到处逃命你就知道，你看到他的那个现象你就晓得他不是甘心情愿来供养你，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仇恨永远在，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么这个业已经造了，过去无知已经造了这些了，现在最重要知道忏悔忏悔最要紧的是后不再造，那叫真忏悔不是说忏悔了还再造那个没有用处的后不再造那要想还要想方法了，那补救补救最好的是保护动物护身放身这样才能够化解冤业而且对于这些冤家不要害怕
你怕它没用处啊，你要想办法的超度它，帮助它啊，这就对了啊。这些例子在中国古代啊，高僧大德有许许多多的好榜样做给我们看了，我们应当要学习。啊，这个超度，这个意念是念念不忘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德，都回向给他们。啊，不要害怕，哎呀，我都回向给他了，自己都没有功德了。自己的冤亲债主通通化解了，那就叫大功德了。啊，利他才是真正自利呀。啊，自利是真正害自己啊。这个道理，你要细细去把它参透。啊，人啊，无始劫以来迷的时候，就是迷在自私之里。啊，世间确确实实误导大家的那些事理都很多很多。那我们不细心去观察去辨别啊，往往也被误导了啊。这个前几年我在香港讲经啊，这个香港亚视来访问我啊，那个何兴和这个何先生也很咱们也很有名望的啊，那他就跟我说，他说法师啊，中国古人常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这个话怎么说呢？那谁不为自己呢？那为自己是天经地义啊，这就是自私自利是天经地义的。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一句话了，误导了许许多多的众生。那我就举个例子，释迦牟尼佛一生没为自己，孔子一生没为自己。啊，历史上许许多多知名人物都是为众生不为自己的，天也没助他，地也没灭他。啊，反而流芳百世。那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上已经将近3000年了，那多少人拜他，多少人恭敬他，误导了众生呐！啊，损人决定是害自己，啊，决定不是利益自己。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他还问我一个性善性恶啊，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啊，他问我到底人性是善是恶。主张性善性恶是贤人的说法，圣人不是这个说法。那圣人怎么说呢？圣人说性相近呐，习相远呐。那么说善恶呢，是习性，不是本性。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人性本善。啊，你看，从前同盟教学《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个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这个性本善就是佛法里头讲的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是本善的。为什么会变成不善呢？那是习性，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真是被环境染污的，已经不是本性了。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你才晓得教育重要啊！中国、外国，你看看全世界，大圣大贤，他们出现在这世间，他做什么？都是做教育工作。释迦牟尼佛，现在把佛教，称为宗教。释迦牟尼佛听到都会流眼泪呀，他不是宗教啊！你去看看经典上记载的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他所做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他的教学不分国家，不分种族，跟孔老夫子一样有教无类呀，自己以身作则，从事于教育工作。孔老夫子，是在讲他老人家从事于教学，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一生做学问修养，那确实是非常的深厚啊。真正教这个教化众生的时间呢，只有五年呢。五年的成就，我想孔夫子自己也没想到。他的心目当中，实在讲，是希望替国家、替天下。那个时候的天下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地区，就是为一切人民的时候做一点好事。他确确实实他是想学周公，想学管仲，非常可惜呢，周游列国，列国的诸侯就国君呢，没有一个人用他。这个他没有法子，回到家里去，回家去教学了，没有想到这个教学呢，成了万世师表，变成这个全中国一直到今天呢，人家都尊敬他，这是他没想到的，他如果真正当时有诸侯请他做个宰相，我想他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也只能像周公、管仲啊，像类似，不可能变成万世师表这就说明，在这个世界，无论中国外国，无论是古今，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今天的社会动乱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把教育做好了这个教育叫什么？教你做人神圣。教学的内容这我们讲习里头常常提到的叫我们了解宇宙
一切法的真相，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那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宇宙人生的真相，你要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觉悟。啊，所以这个教育的作用，无非是让你明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叫道啊，啊，这就是道啊。啊，关系搞清楚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生活，什么样的方式处事待人接物，那就是德。啊，所以儒家提出来的五伦、五常、八德，啊，这个是神圣教化一切众生主要的科目啊。啊，它的效果呢？效果是人智慧开了，破迷开悟啊。啊，知道不但人与人之间能够啊相亲相爱，他能够爱万物，啊，能够爱天地鬼神，啊，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环境啊，我们生活环境之间啊，这是人与天地鬼神，啊，一片爱心呢。真诚的爱心啊，那个爱心是从你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你的爱心才能生得起来。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你的爱心生不起来啊。啊，那个爱心是性德，本性里头本来具有的。啊，现在爱心没有了，啊，没有是迷失了本性。啊，不知道。人性本善，人性本善，物性也本善。这佛法里面讲的一切万物，指离体是法性啊，这一切动物的这个离体是佛性，佛性跟法性一个性呐，至善呐，啊，本善呢，这个不是学来的，啊，是自性里的本来具足的，啊，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认为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啊，他从哪里看的？他从你本性上看的，从你本善上看的，他不看你的习性。啊，所以从本性本善上来看呢，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你现在还是佛，一点都不假啊，所以他对你尊敬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他落实啊。啊，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迷失了自信，啊，不知道一切众生本善，啊，我们只看到习性，不知道人有本性，啊，我们也看到一些万物，也看到他习性，也没有看到他的本性，啊，所以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爱心总是生不起来原因在此地，这要靠教育啊。
啊，唯有真正的这个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生起来，这个世界才有和平。人民知道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啊，就像一家人一样啊！啊，不分国家了，不分宗教啊！啊，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啊！啊，你说这个世界多美好呢？啊，那么那这个世界就是佛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嘛。啊，现在人希求和平，和平呢要从这个地方扎根呢。啊，现在这个世界大家都知道，哦，这恐怖分子很多啊，每一个国家地区都很担心，啊，要怎么样把这个恐怖的这个问题啊能够化解啊，这个恐怖中冲突能化解啊。我在澳洲也参与这个大学里面啊一些教授们啊，他们专门教这个课程，研究这个课程啊。我跟这些教授团们举行过座谈会啊，我听听他们这个想象的那些方法啊，我听了之后啊，我说不行，你们没法子消灭啊。他们用什么方法呢？啊，用武力来克制，这不是解决办法了。真正的办法要把仇恨化解，化敌为友啊，化冤为亲呐，啊，这才能解决啊。啊，那他们听我这个说法，他说：“法师，你那个是理想主义啊，你不切合实际呀。那你以恩惠对待他，他还是用暴力对你啊。”那么他们的想看法看得很浅，看得不够深啊。所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要靠教育，要靠圣贤的教育啊。从哪里做起呢？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先把自己本身冲突化解啊。本身什么冲突呢？在佛法里面讲习性跟本性的冲突，这才是根嘛！啊，这个话呢，他们不好懂啊。这个佛学名词他们很少接触啊。那我就换一句话给他讲：自利跟利他的冲突啊，这个大家好懂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利跟利他产生冲突。那这个冲突对立不能化解，世界别想求和平。你要想求得世界和平的时候，首先把你的内心里面啊这个自利跟利他的冲突化解啊，放弃自利呀，念念利益众生的啊，我们自己身心和睦啊。啊，这个身体啊，这是外观呢，是器官呢，我们的器官都和睦啊，都不会发生冲突啊。啊，你身体自然健康吗？那人为什么生病呢？生病就是你里面的这个器官的时候不合作了，发生冲突了。啊，所以你要治病，那个治病也怎样，外科手术一样的事，那不是根本治疗啊，
根本治疗从内心，把内心里头矛盾化解，这个器官恢复合作。啊，彼此都要尊重，决定没有第二的，这是佛法这就高明。啊，你看看《楞严经》25圆通，啊，每一个都是第一，没有第二的。那这才能解决问题。啊，我们这个身上的器官，眼第一，耳也第一，鼻也第一。那每一个器官都第一，身体健康啊。如果是我眼第一，其他都第二、第三，你已经有病了，严重严重就要死了，死亡了。啊，那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不管是大国小国，啊，各国第一。啊，一个团体里面，啊，像一个公司，董事长、经理。到下面的是员工，啊，打扫清洁的，啊，个个都第一，他的公司健康。啊，董事长，董事长第一，经理，经理第一。啊，员工每一个都第一，平等相待呀。啊，为什么？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工作本分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他怎么不是第一呢？啊，你是老板第一，员工呢是第二第三，你这个公司没有前途。为什么呢？利害结合啊，不是道义呀。啊，遇到困难的时候众叛亲离，你就瓦解了，道义的结合不会呀。啊，再艰难再困苦，大家会共同努力来维持，啊，他不会瓦解的，啊，他还能够振兴起来。啊，像人一样，生病之后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能恢复健康啊，你不至于死亡啊。这里头有大道理呀！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去学习。啊，所以圣贤的教诲真的是宝啊！啊，尤其是佛法，啊，佛法确实比其他宗教典籍要讲得清楚。讲得透彻，它最大的好处，佛并不是说了之后完全要我们听他的、服从他的、跟着他走，不是这样的。啊，佛法他所讲的信、解、行、证，最后是让你把佛所讲的证实啊。那佛说的没错啊！啊，证实什么呢？佛所说的、佛所行的，都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换一句话说，它与自信相应，啊，就是与自信本具的德能相应。啊，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学习。通过学习的效果不断向上提升，慢慢的逐步逐步把佛所说的通通证明了，确实是与信德相应。啊，这个信德这个名词初学的人也不好懂。啊，我们换一句话说，与大自然的法则相应，人不能违背自然呐，违背自然就出了毛病啊。
你像这个人的身体啊，父母生下来的身体各个器官的运作它是自然的啊，你要违反自然，你要把它改变，那你的麻烦就大了啊。现在呢最明显的违反自然的啊是什么呢？美容。嗯，他要改变他的容貌，他到美容院美容啊。有很多人我遇到的有学佛的美容几个月之后不敢见人，面目全非啊，这是违反自然嘛。那最明显的例子嘛，那佛教给我们美容的方法是最好啊，就是相随心转嘛。那你的心善，相貌就善；那你的心美，相貌就美吧。这相随心转嘛，这个方法是与自然法则相应的啊。随佛，你看看这个经上讲的，佛的相貌好啊，32相80种好啊，啊，每一个相貌。都是果报，果都有因啊。佛教你修因，你就能得到果报啊。那果报我去这个常说，头一个就是相貌改变了啊，接着就是你的身体质改变了啊，然后是你的生活环境改变了啊，非常明显了。一切随顺自然啊来改变啊，改恶为善啊，改迷为悟啊，不必天天想着啊，我也想改变我的相貌，天天照镜子，我的相貌怎么还没有变好啊啊，那你就没办法改变。那为什么呢？你夹杂着妄想在里头，那妄想不能改变的啊。所以古人讲的话很有道理，只问根源莫问收获啊。你只修你的善心啊。这个最近这2-3年我们提出纯净纯善，你只照这个修啊，或者是你用我们这个20个字修也行啊，修自己的真诚心，无论对什么人，我们对佛真诚，对所有一切人真诚啊，对一切动物真诚，有感应的啊。要对这个蚊虫蚂蚁，你们家里都常常看到的啊，蟑螂啊老鼠啊，用真诚心对它，用慈悲心对它啊，我们和睦相处，彼此互相尊重啊。你看到蚊子，看到苍蝇，看到蟑螂，你不可以伤害它啊，你合掌称它小菩萨，他知道哦，你称它菩萨的时候，这对它很尊敬的称呼，它就会很爱你啊。如果你要想布施给他呢，那他在叮你吸一点血，他是要吃饭的嘛。你愿意供养布施给他，你就可以给他讲啊，这个手背上可以供养你，不要在脸上钉，脸上钉了很难看啊。哎，他绝对不会在你脸上钉啊，也不要在手上要做事情啊，我的手背可以供养你，很听话了。啊，供养几次的时候，他也不忍心来盯你了，他就找别人去了。啊，所以这些小动物啊，你慢慢训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的时候，所有一些动物通人情。啊，我们用真诚心、亲近心、平等心、慈悲心对待它，反应非常好，很合作。
决定不能够伤害。啊，你要是伤害杀他，啊，用杀虫剂杀他，越杀越多，杀不尽的。那为什么他报复嘛？啊，那冤冤相报，这个日子就很难过了。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化解。啊，使你的家庭这个环境里头一团祥和。啊，这个气氛好啊，祥和。啊，与所有一切动物都和睦相处，一家人。啊，彼此互相照顾。啊，对动物、对植物也佛如是。啊，我们在澳洲这个地大人少，啊，所以每一家都有很大的院子，啊，院子里面花草树木，我们善待它。啊，树有树神，花有花神，那我们对它很尊重，啊，它的回报非常美啊。啊，树长得好，花开得好，啊，也很香。我们供养他，他供养我们嘛，啊，彼此啊相处得非常好，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跟鬼神也不例外啊，鬼神真有啊，不是没有啊，啊，我常常遇到同学，啊，来跟我讲啊，被鬼附身呐，啊，来附身的时候都跟你过去有过节的。啊，他为什么不找别人？他找你呢？冤亲债主啊，要用真诚心啊、忏悔心来对待他啊，希望把过去，因为过去无知啊，我们彼此都是无知啊，造的这个恶业啊，现在我们觉悟明白了。我们要化解啊，念念不忘报恩啊，不能报怨啊，啊，那然后自然能化解啊，所以你的心地纯净纯善，你的那些冤亲债主啊，他不会来找你麻烦。他来求你帮助，啊，希望也能沾一点光，啊，这是好事情，问题解决了，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知道世间无常，过土为脆，啊，不要有占有的念头，啊，这个我常常劝大家。啊，真正要学道，要想成就，啊，第一，对于一切人事物，放弃控制的念头。啊，我们想控制这个念头错了，你想控制这个一切人事物这个念头。这个佛法叫迷，这无明，你就迷了。啊，要有占有的念头呢，那你就造罪业了。啊，或业后面就是苦报，果报现前啊。啊，这个就是叫你啊，要看破，要放下。啊，你真正放下。你才得自在呀！你想占有，实在讲的时候，你占有不到，是一个空的妄想啊！什么东西你能占有到？包括这个身体，啊，身体晚上睡着了，人家把你抬走，你都不晓得，就是你连身体都保不住，你还能保住什么？所以一切身外之物，这个妄念不能有。要修福啊，所以我们常讲啊，
心地见，静生慧，善生福，心地纯净纯善，福慧双修啊，有福报走到哪个地方什么都不缺啊。你说这个都是在，为什么不认真去学习呢？啊，我们到处帮助别人，走到哪个地方别人帮助我们，决定不吃亏呀。啊，这些年来我们在这边做的啊，你们有些同学都看到啊，啊，我们跟新加坡九个宗教往来，我们照顾他了，我们真的尊重他了，热爱他们了啊，他们对我们的回报啊非常善意啊。啊，我在新加坡啊，逢年过节，你看有很多马来的小朋友啊，送礼物给我。啊，他们这些这个宗教些领导人、传教士，啊，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啊，那么现在我离开新加坡了，每一次回来，我都找他们在一起吃一次饭，啊，我们团聚聊聊天，啊，这个友谊啊永远存在，啊，做到你看这个宗教与宗教之间这个隔阂化解了，啊，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通啊，要往来呀。啊，要密切的往来啊，如果人与人之间不往来就会产生误会啊，彼此免不了猜疑啊，越猜越错啊，所以化解问题啊就是交往啊，只要一交往问题就化解了啊，不可以不往来。那么上一次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这可以不必打的啊，只要双方往来问题就没有了，啊，他偏偏不肯往来，这个麻烦就大了啊。往来的时候不要透过第三者，直接的啊，真正能够化解误会，能够和睦相处啊。我们看这一段这个经文意思就不难懂了啊，得闻如是种种深意啊，这个深就是流水的音声，说法表法啊，七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呢与法相应。说到这个地方，是我们联想到我们学佛的人对于佛菩萨的供养。其实佛菩萨哪里需要我们供养呢？我们的供养是表我们一点沉静之心啊，是这个意思。供养里面都有学问啊，这就表法了。所有供养具啊，你像这香花啊、床幡、宝盖啊、这个香灯，最重要的是供养水啊，佛前面供一杯水呀，
我们读这一节经文呢，这水说法了。这供养这一杯水呀，这个水也在这里说法。我们要能听得见，要能够看得到，啊，他说什么法呢？啊，叫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啊，像水一样的干净，啊，清净的，一样的平等。所以水这一杯水代表的是清净平等觉，啊，所以他在说法。水不是给佛喝的，因此水不能有颜色，不能供茶，啊，茶就不干净了，啊，它有颜色在里头，啊，就不清净了，啊，虽然它有平等，它不能表清净，啊，所以一定要供水，啊，水清净平等，它就像镜子一样，外面的境界它能够照在里面，那就是觉的意思。这个是一切供养具里面，我们不供灯不烧香都没关系啊，这一杯水最重要啊。然后你晓得所有一切供养具通通是教学啊，都在那里说法了。那我们一般这个学佛的同学粗心大意啊，啊，以为这些东西庄严道场，其实这个庄严是形象，不是实质。实质是什么？我们真正能体会到那是实质的庄严啊。水表清净平等觉啊，灯这个现在的电灯呢，也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啊，从前供灯的时候，供油灯、蜡烛，啊，油灯、蜡烛非常明显，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很明显的。啊，这就是我们人生活在社会上，我们对一切众生，自己要做到牺牲奉献。啊，要能够舍己为人，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里头有大乐啊。世间人最可怜的人是自私自利啊，他不肯为人呢，也没有一个人帮助他啊，所以很苦啊。为什么我们不到处帮助别人呢？啊，帮助别人只要尽心尽力就是圆满功德啊，这个都是与自然的法则相应的啊。帮助人并不是一定要尽力多少啊，我自己力量尽到就是圆满的啊。至于啊，这个善事能不能做得成就，恶事能不能化解，只要我们尽心尽力都是圆满的。那做不成功，那是别有因缘。那恶事情不能化解也是别有因缘啊，我们自己的时候功德圆满了啊，一定啊要懂这些道理啊。花供花，花代表因啊，花开得好，将来果一定结得好啊。所以看到花就要知道什么呢？修好因啊，种善因啊，那就是断恶修善嘛，就这个意思嘛啊。你在佛堂里面看到花啊，表断恶修善，无论在什么地方，只看到花就懂得我要断恶修善。那至于你身上穿一件花衣服，也是表断恶修善。他就是这个意思吗？啊，看到果
或是我们希求的，我们的希望美满的结果，啊，全是表法的。啊，这个翻床代表教学，啊，代表弘法利生，啊，戒引大众，戒引后学，它表这个意思的。啊，所以每一样这些这个道具里头啊，你都能够懂得它很深的教育意义在里头，啊，那你就能得清净心啊，啊，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心地正直平等，成熟善根，啊，这个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呐，啊，随其所闻呢，与法相应。这个法是法性，啊，这个法性要不好懂呢，那我们就换一句话说，与大自然的法则相应，啊，大自然绝对是和谐的，啊，绝对是平等的，啊，天生万物，天绝对没有偏爱啊，没有说喜欢这个讨厌那个，没有的，啊，平等的，啊，那我们要体天，啊，体天之德就是自性，啊，天是这样的，平等对待万物，我也应该平等对待万物，啊，这个样子就与法性呢相应了，啊，所以不平等啊，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啊，有高下心，有不平的心，你迷了，你错了，啊，那个不平的心不是你的真心，是你的妄心，啊，不是你的本性，是你的习性，习性里头有不平，本性里面决定是平等，啊，本性里面决定是善良的，绝对没有一丝毫的染污，啊，常常想到了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都能与本性相应，这个就是诸佛菩萨，就是法身菩萨，再看下面这段文，其愿闻者，得读闻之；所不欲闻呢，了无所闻。这一段决定不能够缺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到。啊，这个西方世界六尘都说法，佛也说法，菩萨也说法，啊，没有一个法门都不说，那不是讲乱了吗？我们一天到晚在这个噪音里面，这日子不好过啊，所以这一句啊就有必要了啊，你看看你想听的你就会听到，你不想听的你就听不到啊，正如同我们的这个收音机一样，我们想听的拨到那个频道，哎，我们就听得很清楚，不想听的我不开那个频道，那声音就没有了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呢，需要用机器，啊，
在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什么样的机械都不要用。为什么呢？凡是用机械造出来的东西都不是自然的，恢复自然的比现在科学家发明这些机器不知道要灵巧多少倍呀！这些机器不能跟它相比啊！你看现在科学家这个科学向着微观物理上来发展研究原子、电子、粒子这已经很难得了他们用高倍的显微镜能观察到这些极其微小的这个物质在运动观察他们的现象，我们肉眼看不到。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你看不需要用这些机器佛在经上讲的讲的这个微观的世界，现在科学家的时候大概是听都没听说过想也没想到我们就是说经典最常讲的一桩事情，芥子纳须弥须弥纳芥子，这个芥子纳须弥，芥子是芥菜籽跟芝麻差不多大这很小的一点须弥是须弥山须弥山放在芥菜籽里面，芥菜籽没有扩大，须弥山也没有缩小居然就真的能放在里面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你跟一般人说，人家就摇头，你这个人头脑有问题你在胡说八道，这是真的现在科学家呢发现了确实有这么一桩事情就是能够把这个大量的这些物质的时候把它浓缩放在这个微观的物体里头你像现在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了，这才刚刚起步我们用这光碟现在这个是大家用电脑里面这个软体软件一部大藏经听说这两片这小小的光碟两片，那大藏经摆在我们这个书架上满满的一两个书架就浓缩成两片，如果再进步呢就浓缩成一片了，再进步呢大概就像一个小铜板一样但是跟佛比的时候那差远了佛那一个很小很小的雷点里面浓缩什么，把整个宇宙浓缩出来放在里面包括我们大家都放在里头去了我们都不知道那现在科学家承认确实有这个可能他们最新的这个解释宇宙的起源就认为宇宙这个起源的时候有一个原点原点他们讲大概这个文章的时候还有这个光碟我们也都送给这个居士里以后的时候让他放给大家听听这个报告那就是讲宇宙这个原点多大
啊，就是一根头发，头发切断，和面能够排100万亿亿亿。啊，这个原点现在科学家还没有办法能看见。啊，但是佛法呢，早就讲在《华严经》上讲的。啊，这个微观的世界，这经上讲的普贤菩萨他能入这个世界，啊，就是微尘里面的世界。啊，这微尘世界里面跟我们这个世界好像一样大，哎，但它确实在一微尘里头。啊，真的微尘没放大，世界没缩小，啊，这怎么回事？真如本性里头没有大小。啊，我们最大的一个错误观念就是执着大小，分别大小，啊，这个大小长短来去，啊，都是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东西是对立的。然后你才晓得，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常常教给我们的和为贵呀，啊，和就是没有对立，那对立就不和了。啊，宇宙之间，宇宙本来没有对立了。啊，我们现在麻烦了，人跟人对立，啊，今天跟你好了，明天跟你恼了，都麻烦大。啊，所以，诸佛菩萨对一切人事物绝对没有对立，啊，不但佛菩萨说实实在在的话，阿罗汉就没有对立了。啊，你还有对立的，啊，你要知道，你是六道凡夫啊，你没有能出这个六道啊，啊，超越六道的人绝对不会有对立的念头。啊，那我们自己常常要觉悟，如果自己不能够放下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你想超越六道就难了。啊，就是在六道里面，还是要随顺佛陀教诲，你才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你要不能够遵守这个圣贤人的教诲，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你都会过得非常辛苦。啊，苦难永远不断呐！啊，在世间，人天福报啊，美满幸福啊，那根在哪里？根在孝悌呀！啊，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孝道师道”。啊，孝道师道是平等的，啊，是相辅相成的，啊，像车两个轮，像鸟两个翅膀，啊，一个不能少啊。啊，孝这是道啊，悌是德了。啊，合起来就是道德。啊，那么孝这个字怎么个讲法？啊，那这是中国文字就妙了，真的，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所没有的。我们中国的文字是
智慧的符号，你看到这个符号你就能体会到它的意思，那跟外国文字不同啊，外国文字看不出意思啊，它拼音的啊，这个字你仔细看，上面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明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不能分割啊。那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其实这个符号啊，就是代表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横遍十方数穷三际啊，那什么宇宙啊，孝是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是一体呀、啊！啊，谁能懂得这个意思？这是大道啊！啊，所以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德就是顺，啊，顺什么？顺是随顺性德。这个要懂得随顺法性的啊，随顺自然的原则啊，这叫孝顺啊。啊，悌是顺，悌是恭，恭敬谨慎啊，实在讲就是普贤十愿里面讲的礼敬祝福啊，着重在一个敬字，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啊，互相照顾，互相协助，这都是在悌包括在里头的啊，它代表德啊，德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怎样过日子啊，怎样处事待人久啊，所以他的代表是师道，尊师重道啊，啊，不违背老师的教诲啊，人不能不孝父母，不能背师叛道啊！那这个不孝父母、背师叛道，这个罪非常之重啊！啊，这些年来，啊，大概最近两年多来。啊，许多地方啊反对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反对的声音很多啊，啊，甚至于报纸杂志上啊都有啊，有些同学拿来给我看啊，我说我们还是要遵循啊，他反对他的，啊，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还是用这个本子，啊，什么原因呢？我老师传给我的，我如果把它放弃掉了，啊，他马上给一顶帽子给我，那个罪过就重了，啊，背师叛道，我不能上这个当啊。那这个不可以啊！啊，那么这个本子在全世界流通也有十几年了，从这个本子上得利益的人很多很多啊！我们这个地方同学大家都亲眼见到的，我们的老林长
陈光别老居士，啊，他就是听我讲这个汇集本，啊，他一天听八个小时，啊，听完之后他就念阿弥陀佛，那他真的往生了，啊，他这个往生是有证明的，啊，念佛堂里面，你看他的冤亲债主附在杜美玄居士身上，杜美玄居士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来，啊，说出来的，啊，这些冤亲债主，他们看到老林长念佛往生了，都很欢喜，不再找麻烦了，啊，跟到居士林来，居士林的护法神没有障碍他，让他进来了。他说我们来不是捣乱的，我们是来求皈依的，来求听经的，啊，所以我们给他受三皈依，啊，我们让他那个时候是五楼啊，五楼讲堂来听经，他说讲堂的光太大了，啊，他们这些灵鬼也受不了，啊，所以我们这才想到二楼一楼我们放电视，啊，24小时不中断，那是供养他们的，那这个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啊，这是汇集本的，人家念汇集本的，啊，如果汇集本真的有问题的话，他怎么能往生呢？啊，他的冤亲债主为什么这么佩服他？啊，对他这么恭敬？所以反对的人啊，别有用意啊！啊，这我们很清楚、很明白的。啊，但是反对的人，他们造的这个业很重。啊，如果人家照这个经本修行，啊，逐渐的有一点弃儒了，啊，你这样一说，使他对这个本子产生怀疑。啊，他去选择别其他的本子，其他的本子比这个本子难懂，啊，不好懂。啊，那么这个本子，我们这次是第11遍了。啊，以前讲没讲这么细，这一次是详细的讲。啊，这样讲一遍不容易呀。所以一定要遵守啊古圣先贤啊老师教我们，把我们当作自己儿女一样看待呀，怎么会害我们呢？怎么会骗我们呢？啊，他总是把他一生修学最殊胜的好东西啊教给我们，我们要知道感恩呐，要好好的修学，要把它的发扬光大。那我也是怕大家有疑惑，所以把这9种本子通通印在一起供养大众，你们自己可以看啊，5种圆义本，3种汇集本，1种接教本，啊，总共9种本子，你们自己可以看嘛，自己可以选择嘛，啊，喜欢用哪个本子就用哪个本子，啊，不必排斥，啊，更不可以回报。后面这一句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一句是无上菩提心啊，永远不退呀，啊，那么这就是三不退里面的圆满啊，净土法门无比殊胜，就是常说的
圆证三不退。啊，什么人圆证三不退呢？只要念佛往生净土的人，就圆证三不退了。啊，这个是无比的殊胜稀有。啊，确确实实我们在所有大乘经里面没有看到。啊，设法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世尊也没有提到过，只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特别。啊，我们今天念佛往生，啊，自己也一定要知道，这是第一桩大事情。啊，这个机会，正如《开经记》里面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彭济清居士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我们遇到了。啊，问题是你要知道事实真相，你才会珍重啊，你才会把这个事情看作第一宝贵啊。啊，遇到这个缘，那换一句话说，你这一生就有永脱六道轮回。啊，不但永脱六道轮回啊，你在这一生能够圆证无上菩提啊，这个机会到哪里去找啊？啊，你们年轻的法师发心学教，很好啊，很难得的。实在讲呢，不如念佛。果然关起门来念佛，你三年可以见阿弥陀佛成佛去了。你言教啊，三十年未必能有成就。我跟你讲实话，啊，这是真的。如果真的想研究呢，你好好的去念个三年佛五年佛，然后再来研究，哦，那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你得三宝加持，啊，你学一年比你现在学十年那个功力还要超过。啊，你说为什么？我告诉你，你心定了。三年念佛堂的时候，你有戒定慧的基础，你再来学教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你有根了。啊，你现在是戒定慧没有？啊，这个言教言的什么打妄想啊？这不是开智慧啊，打妄想啊！啊，怎么可能有成就呢？讲台上学讲经，啊，这一套方法不难，啊，说老实话，我这个讲台上学讲经啊，跟李老师是一个星期学会的，不难嘛，啊，难在哪里呢？难在德行啊，难在悟处啊。展开经卷，我常讲啊，字字句句里都含无量意啊，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啊，你为什么看不出来？烦恼复兴啊，所以叫你念三年佛是吧？断烦恼啊，那三年要认真的念啊，至少要念到
功夫成片啊，这最低的标准啊。如果不能到功夫成片，你不及格啊。那功夫成片是什么样子呢？二六十种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功夫成片。如果还有妄想，还有杂念，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你没有到一片呐。啊，功夫成片之后啊，跟你讲啊，你就能往生了。啊，经中常讲三杯九品，功夫成片上三品，可以自在往生。那就是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啊，生死自在啊。所以生死自在不是很高的功夫啊，功夫成片就做到了啊。那个时候你要发起慈悲心啊，你可以往生了，你往生有把握了啊，你发起慈悲心，我在研究教理的时候，我来教化众生，可以。啊，真的是所谓“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啊！你自在了。啊，这个世间什么样的灾难，与你毫不相干？为什么呢？你随时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纵然原子弹掉下来了，你在那看烟火一丝毫恐怖都没有啊！啊，真的得大自在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你看看多少人啊，念佛三年五年就成就了啊，那些人是不是三年五年寿命就到了呢？我不相信。有很多人跟我谈到这个事情，我不相信啊。那为什么他三年就走了呢？他功夫到了啊，他还有寿命他不要了，提前走了啊。这些都是事实啊，这才能讲得通啊。凡是功夫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啊，他是走还是不走，他自己会考虑啊。考虑的因素呢只有一个，就是法缘啊。你给这个世间众生还有很多缘分，那你不应该走啊。缘分是众生欢喜你，众生听你的啊，你好好的教他，多带一些人到极乐世界啊，是这么回事情啊。如果想想没有法缘，没有法缘的，你怎么劝没人听啊，那自己就可以走了。所以他不是考虑别的，就是考虑这个法缘的问题了啊。有缘啊就住，没有缘就走，生死自在啊。啊，不是考虑这些这个名闻利养啊，是家亲眷属啊，没有这些了啊，这都不考虑了，都放下了啊。缘当然我们与一的一些众生都有缘，那缘有成熟有不成熟啊。所以说无缘，无缘是缘不成熟，不是真的无缘啊。这佛法里面常讲佛不度无缘众生啊，或者是没有成熟啊。没有成熟呢，先到极乐世界去，去进修去，把自己这个学习再向上提升啊。等到缘成熟的时候再来嘛啊，随时可以来啊。
啊，尤其是到了极乐世界之后，我们这个学习生活的空间、活动空间大了，啊，大到什么？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都是我们这个生活空间。这个地球上的缘没成熟，别的星球上成熟了，啊，那就可以应化到那边去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当要教用什么方法教导他，就用什么方法。身相没有一定，说法也没有一定，无有定法可说啊。啊，总是其机其理。啊，那用我们绝对的标准来说，啊，绝对不会违背法性，不会违背性德，这才有真正的圆满的成就啊！啊，这个成就利益一切众生。我们